我有点想不起来这标题该怎么下，但反正我就说哈佛遭到耶鲁大学恶整。那你知道很多学校有那一种就是竞争，那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清华跟什么台清交，清华跟交通对不对？对，也是有什么，我好像听说什么松柏还是什么之类，对不对？好像大概是吧。所以两校在体育上啊，或一些什么竞赛上，都会有那一种，好，就是很一个竞争的，还蛮良性的，我觉得的一种关系。那在这边讲的一个，这个故事，照片故事，就是你看到了，好，那这边就学生举了一些这种标语牌，叫 placard， 那这些 placard 就拼出了 "We suck"， 我们很烂。那谁很烂呢？这是哈佛学生举起的牌子，说我们很烂。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耶鲁的学生恶整了。OK， 好，怎么发生的？我们来读一下这故事，三段而已。那发生的时间在2004年，有大概就是20年前左右。So in 2004, Yale students executed a clever prank by disguising themselves as a Harvard pep squad and tricking Harvard fans into unwittingly holding up placards that spelled "We suck" at their own game.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主场比赛的时候，这些耶鲁学生执行出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恶整。所以执行用的字叫做 execute， 这个字应该还好。那 clever 没问题。所以 clever 跟 smart 的分别 ，smart 就聪明 ，clever 多半有点干巧在里面，奸巧。那 prank 就是恶整，所以打扮成了一个 Harvard pep squad。所以这有一个词叫做 pep squad， 就加油队哈。那加油这个字，你可能讲说 cheer， cheer up， cheerleader 这个字，好，加油。那所以你如果讲说 cheerleading squad 也是 OK 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词，用 pep 就可以了， pep squad， OK。这 squad 就有小队、小组之类的意思，然后一个警察可能四个人一个 squad 之类的这样。那 pep 这个字其实也就是有加油，所以它有一个词叫做 pep talk。这个 pep talk 的意思就是鼓舞士气的一个谈话，这样子 pep talk。比如说 I don't know， 就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可能会对他的球员来一场 pep talk 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假扮成了一个哈佛的 pep squad， 然后就 trick 了这一些 Harvard 的粉丝啊。就他们就是不知道，傻傻的拿出了一些 placard， 所以这 placard 就是那种标语牌 ，OK， 那这个标语牌就拼出了 spell 出了 "We suck"。好，第二段 ，According to a barely restrained write-up in the Yale Daily News， 所以根据这一个这耶鲁大学的这一个日报写出的一个这个报道，那他也很搞笑，他说 "barely restrained write-up"， 所以他是有报道，那这个报道就。忍不住 ，OK， 几乎没有，就 barely 等于 almost not，OK，barely，OK， 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 restrained 的意思就是控制住 ，OK， 遏制住自己的。像例如说，我讲一个词叫 restraining order，restraining order 的意思是那个禁制令哦。像例如说，假设我性骚扰你，结果我然后你报警，然后法院判定我不可以离靠近你30公尺之内之类的。那个就叫做 restraining order， 所、so、以 I have to restrain myself from approaching you。所以它是一个 barely restrained 的一个 write up， 也就是说，这个 Yale Daily 是就把它很开心的讲出来了，因为毕竟是他们学校成功恶整到敌对校嘛，这样子。好 ，anyway， so according to this barely restrained write up in the Yale Daily New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ictitious Harvard pep squad， 所以代表什么代表呢？这个假的哈佛加油队的这一些代表，这样子，这个假的这个字，他用的不是 fake 这个字，他用的是 fictitious 啊，这个字的确是虚，就假的。OK， 事实上并不存在的 fictitious。OK， 所以根据这个 fictitious 的 Harvard pep squad distributed， 他们就分派了 red and white construction paper pieces， 所以给了他们这些哈，所以事实上他是那种。营造用的一些营造纸、哦、简单说大概就硬纸板啦之类的，所以 construction paper pieces in a specific order， 就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特殊的排列法 to Harvard Stadium's home team side in Austin， 所以 Austin 是地名，所以在 Austin 这个地方他给了这个哈佛的这个就是体育馆里面的这一个主场 home team side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解释了 they explained to curious sign holders，
所以他们解释给这些好奇的、啊、这些 拿这些 sign 的人 ，combine 的这些人、啊、sign holders， that if everyone raised them simultaneously， the message "Go Harvard" would be visible from the Yale side of the stands。所以要是他们在这一个同一时间拿起来的时候，这个讯息就是说 "Go Harvard" 这样子就会出现在这个耶鲁这一边的 stands 这样子 ，OK， 能够看得到，所以耶鲁这边能够看到哈佛这一边举起了 Go Harvard 这样子 ，OK， 好，大家看得懂了，这边其实上没有说多困难 ，OK。然后呢，但是群众们不知道的是，这些学生根本就不是哈佛加油队的，所以学生们不知道的是下面这件事情。那这个学生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很固定的英文的用法，就叫做 unbeknownst。to 这些人，所以我把这个打出来 ，OK。所以谁谁谁不知道的是 unbeknownst to 加上那一群人，然后后面你加你本来要有的主词动词。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 n 这个名词他所不知道的是后面这一件事情。大家听懂哈？这个字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它本身就有 know 这个字在里面，而且它是被动的，所以没有被 n 知道的是后面这主词动词。那个没有被知道是否定的，所以来一个 on 在前面。那因为被动的关系，又塞了一个 be 动词进去，所以这个字好复杂，可是又好好懂。再读一次 ，unbeknownst， 好，被动的还加 st 在结尾 ，unbeknownst to somebody， 逗点那一件事。所以回来这里是 unbeknownst to the crowd， 所以群众们不知道的是。后面这件事，这些学生根本不是哈佛加油队的。So these students were not part of any Harvard pep squad, as it turns out. 结果啦、哦、所以这个 as it turns out 就是结果式。所以 as it turns out, unbeknownst to the crowd, these students. 所以这样也可以，你把 as it turns out 放前面也是 OK 的，因为 as 是一个连接词这样子。他们其实是耶鲁的学生。So they were Yale students. When the signs went up, 所以当这些 sign 举起来的时候，The Yale crowd responded with cheers and chants of "You suck," as an entire half stadium of Harvard fans held a paper that spelled out "We suck." 好，所以这里在描述的是，当这些 sign 拿起来的时候，耶鲁那一边的群众们，好学生们，就大声的喊叫，然后就开始喊 "You suck," 就你们烂毙了，你们很烂。OK， 那后面又有一个 s， 接下去是这个 s 就要翻译成当了。所以当一半边的，因为你知道比赛的时候都是半边做这一边的观众，另外一边做另外一边的观众嘛，对，支持另外敌对的观众，所以有一个那个主场队跟客场的两边这样子。所以当 Yale 这边在加油的时候 ，OK， 然后或者讲说你们烂透了，然后哈佛那边就举起 sign 说我们烂透了 ，OK， 所以一边说你们烂透了，另外一边说我们烂透了 ，OK。再读一次给你听。So when signs went up， 当这些 sign 举起来的时候 ，Yale 的学生就说：“你们烂透了。”然后他们事实上举起来的确是我们烂透了。So the Yale crowd responded with cheers and chants。Chants 这个字就是有，就是事实上它是有像那种施法的时候讲的东西，也叫做 chant。基本上 ，OK。所以我在念法术，我也是在 chant。那可是你在。就一群人在那边喊叫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就 chant 这个字 ，chant 哈 ，OK。所以 Yale 那边 chant the chants of "You suck" as the entire half stadium of Harvard fans held up paper。所以就 Harvard 这边举起了纸，纸拼出的是 "We suck" 这样子。那哈佛这边完全没有概念，甚至重复了这个 sign 好几次 ，OK。So the Harvard crowd。Unaware of the prank， 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恶整 ，even repeated the signs several times， with some Harvard students remaining oblivious to what had transpired for days。所以有些哈佛学生是接下来好几天都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可能一周两周后才知道。所以有一些 Harvard student remaining oblivious， 这个 oblivious 就是浑然不觉的概念 ，OK。Oblivious 这个字也算是生活中还算常见的一个字 ，so they remain oblivious to what had transpired。这 transpired 就是后来引造成的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transpired， 所以好几天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真的蛮搞笑的哈。OK，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的这有没有这样的创意，有尝试在这个加油的过程中就恶搞
领就是敌校这样子，这个交大跟这个清大有没有这样子搞，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不是在台湾读大学，就是，可是我知道这两间是很好的学校，就是好，所以想不出这个很好的标题，或许我们的标题就是哈佛遭耶鲁而整吧，好没有创意哈。But I guess it works. OK,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